陈总在夜总会，林总在茶馆睡。回国，下下下下下 ，Everybody， 油条兄弟，又又又。哎，薛吗薛？大哥，今天吃什么？哎，玫瑰眼是不是？是，好好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个圣诞特别企划，就是我哼你猜，是，就是我来哼一个曲调，哎，你来猜，猜出是哪一首歌名，我就打五折。这么好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大哥要参加。当然当然。好，来来来，我现在开始哈。哦，我知道，薛妙琴。哎，对对对，答对了。嗯。哎，要学吗？学。啊，美女，刚好听到哈，我们特别企划，就是我哼你猜，好啊，哼一个曲调，你猜中的话就打五折的这个活动。好，来。千年之恋。哎，对，答对了。小姐你好，好，小姐，因为我们这样那个圣诞节特别活动，哎，就是我哼你猜，啊，我来哼一个曲调，你猜猜看，啊，猜对就有五折。好，来来。哎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随便猜，你随便猜。选项吗？你没关系，随便猜。你可以再哼一次吗？你随便猜看看，你随便，你随便讲一首歌名。我太难了。你随便讲一首歌名。红豆吗？那、啊、答对了，就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这样打五折，260打五折是130块。好。我唱的很明显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了。要学吗？学。那大哥，我们现在有个特别活动，就是圣诞节的活动，就是我哼你猜，就哼我哼一个曲调，你猜中的话就打五折。大哥要参加吗？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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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对不对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啊啊啊啊！爱情很奇怪啦。啊，也不对。那大哥，那这样好了，我问你一个那个猜谜，答对我们一样打五折，好不好？喜欢杀人的叫杀人魔，啊，喜欢去 Costco 的叫什么魔？好事多魔。哎，答对了，好好好，这样我们帮你打五折，好。那我先吗先？哎，帅哥要吃什么？那个玫瑰盐的。哦，玫瑰盐拉面了、哦。好，那帅哥，我们现在因为圣诞节要到了，我们是到圣诞前夕，我们有个特别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哎，就是说我们唱两首歌曲，两句歌曲的，我们就予打五折。对，啊，帅哥要不要参加这个活动？有唱歌就有打折。对对对，唱两句就可以。唱随便两句就可以。对对对对，到圣诞节前夕都有。对 对, 对。这么好、哦。对对对对。那我可以唱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吗？什么高难度的？比如说我期待，或是千年之哦，那最好啊，那最好、啊，那种高音派的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嘞，准备好，准备好就开始。Baby shark 嘟嘟嘟嘟，哎，等等，我走音了，我可以再一次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。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，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，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，Baby shark。好，好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啊，小姐，刚才有听到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特别活动，好，刚好这个圣诞节前夕，我们随便唱两句的话就打五折。你要唱吗？对啊，随便唱两句都可以。嘿，可是打五折有很多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我们260会变130。对对对。唱两句就好。唱两句就可以了。对 对, 對，什么都可以。陈总在夜总会，林总在茶馆睡，王总在蜂蜜害到天亮还没睡啊。看到陈总刚出来说他下次还会来啊。吴总说怎么还没人来试台啊？啊，好，跳得很好，这首歌在那个抖音很红。后面有设计一些。啊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还有人要用餐。好，谢谢。要学吗？学。你好，大家今天要吃什么？好。啊，今天要吃什么？我点了是不是？好。对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，好、哦啊，我们就唱两句歌曲的话，到圣诞节前夕我们就打五折。对，那小姐要参加吗？唱两句就可以了。啊。哎，鼓起勇气，我们大家都有唱没关系。哎，对对，随便两句都可以，什么歌都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是只到圣诞节而已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握机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玩嘛，好玩嘛，哎，什么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两句就好，两句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感觉就很会唱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来。我为何一笑而生，依然在背后我却在，让我抬起头才发觉。哇，很厉害呢，林俊杰，哇，深藏不露。老板，这有卖凉面吗？大哥，我们这边只卖热的、哦。那有卖大肠面线吗？没有哎，我们卖那个。那有卖科学面吗？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。那有没有 super 面？当然没有啊，大哥你爱开玩笑。这边都没有，干开什么面店？没有了，大哥啊，大要不要吃我们这边的招牌？
那你随便给我一个招牌就好。啊，我们这边招牌是这个天王炙烧极品拉面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随便两句吗？随便两句。那我唱一些跟圣诞节比较相关的。好好好好。金咖啡，金咖啡，金加五咖啡。好，大哥这样可以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我们就打五折。我们有一个特别活动，唱两句歌曲的话，我们就予以打五折。一段没轮没奂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，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，震动在这个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要吃什么？玫瑰味噌是不是？好，小姐，我们现在对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活动，就是我们唱两句歌曲就予以打五折，到圣诞节前夕。对对对，对对，哎对。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. And Happy New Year. 哇，唱得很好哦。哎，那我们原价是230，那我们打五折是115。好。好的。哎，帅哥，怎么了吗？可以帮我加汤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我们这边可以加汤。这么好啊？加面可以吗？啊，加面可以啊。你看。那叉烧也帮我加点好不好？加叉烧也可以啊。那赶快，只是要加钱哦。哦，那就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了，好，有需要再跟我讲哈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请。好，学吗？学。那不知道看有没有听到我们有一个圣诞节特别活动。我有听到。好，对不对？这样预唱，哎，真的打五折，真的打五折，对对对对对。唱什么都可以，对，唱两句就可以。好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哎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你是住忠孝东路是？没有，住附近。啊，住附近而已。这边唱两句歌的话，就予以打五折。哎呀，大哥愿意参加吗？可以。好。可以唱一些兄弟的歌吗？兄弟的歌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大哥，什么是兄弟的歌？打打杀杀。哦，打打杀杀，最后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大哥，准备好就开始。直接开始吗？对对。哥哥爸爸真伟大，名誉造我家，为国去的好。哎，大哥，站长。哎，大哥，一下。哎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帮我这一下。啊？帮我这一下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对啊，这样。大哥，这是葱花。哎呦，到处养到旁边。啊，葱花你没看过？哦，大哥是葱花，吃多一点聪明。那我不用吃。哦，大哥，你是意思说你很聪明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啊，大哥，你上来开玩笑。我来，你这汤不够干。不够咸是不是？大哥，我拿点海盐帮你们加一下哈。好。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哈。哎，大哥，你要自己加还是我来帮你加？直接帮我下就好。好，来啊。下。Everybody。好，谢谢哈。可以让我们上好，赞，好吃，耶！ Yeah! Yeah! 今天非常开心呐、啊，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拉面的第二弹，因为很多网友啊，在那个网络上一直在敲碗，是的，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的网络的这个第二弹出来？今天终于有昌哥的这个配合，终于完成了，谢谢，谢谢昌哥，谢谢悠悠兄弟哈、哦，来第二弹哈、哦，这么精彩的演出哈、哦，那冬天来了哈、哦，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啊，保证是最上味道的了啊，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尝鲜哦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油条兄弟，又，拜拜。拜托订阅，打个订阅，记得订阅，订阅了没？麻烦订阅，订阅一下，感恩订阅，有请。